知道你的事对我有什么好处。对我一点嘛好处都无，这款叫要安那拔了。问题是可怕，淑妹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歌吗？不知道，太短了。是吗？七倍度管路遥，胭脂马碰到关老爷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么厉害吗？坐一坐看，大家听听看。哦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小姐。这是我的 key 吗？应该是吧，会不会是他的歌？干嘛一起唱？哎，他现在在干嘛？我以为胭脂胭脂被这个歌还有改版的。我啦，小几的，小几的哈，他等一下叫什么啊？收工的时候再来处理哦。好，第四首歌，孔亮老师，请停。啊，你不是盖搞啊？那安尼弄是笑到哟？哎，无啊，真好啊。嗯，这个有一点。他来骗笑，他咚咚咚咚咚，胭脂马痛到挂脑耶。街头有人咧放水嘿。凤阳花鼓吗？对，凤阳花鼓答对没有？答错啦！还是有一首歌是那个什么？这时间在讲，我觉得好像那一首。哒哒哒哒滴哒，那是什么歌？知道。马场哎。哦。喂。再听一次哦，再加强。跃马江湖道，好，那算谁的？算谁的？强，哎，算谁的？我的好，好，什么歌？梦驼铃。你看，按那高铁刹车的外公，梦驼铃，他讲的是那个什么《神神雕侠侣》。梦驼铃，你在那边打梦驼，你真的脑袋有没有带来啊？今天的，在家在脑袋，在家。一小节好不好？好，老师，停。这两个一模一样的衬法，两个是一模，我们在一模，两个一模一样的咚咚。武松完了以后，武松打老虎吗？有 reason 开始加一小节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停。哎，有人按了，哎，哦，这是算经验的哦。啊，是啊，因为你按的也是算你的啊，对啊。什么歌？来山口牛尾出给。怎么会到来山口牛尾出？不是一首国语歌。本制作单位没有新一点的音乐吗？是不是那个？我又回到相遇的地方。月琴噼啪啪那个。请问答对了没有？答错啦。啊，来山口牛尾出给答对了吗？不可思议！好，我们听整个前奏哦。哎呦，真的耶！哎，成就，来这里！嘿咻嘿咻嘿
第五首，孔康老师请下前奏。停，哦，这么长还不知道，但是是应该可以猜到吗？应该可以猜得到，再加长一点，准备。这首歌一定不红。哎，可能会得罪人哦。哦。你的歌吗？变那么大？不是啊，不是我的歌。过墙话满了。停。等一下，这首歌更不红吗？谁的歌？谁？还没听过，不是感恩的心啊，哦，对啊，类似，对不对？总是给你扳回一城的，真的哦，不然这样，哦，好，请问歌名是《感恩的心》，答对了没有？答错了。上上上，加上上上上，奇怪，不是因为你们。前面刚才很多歌都是耳熟能详的，很红的歌，怎么会中间放一首这么不红的歌？不知道，是这个呢？啊，是你们的长辈的一首歌。啊，哎，这位长辈，你哪听到你的歌，我那是叫你要不昂哈，哎，到时再来扯些经验啊。哎，前奏已经结束了，结束都没办法。谁的歌吗？在谁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过去吧。啊。你们看看什么歌可以合上去？来看看宣传呐，还要看宣传也搞不懂。接唱。哎呦，答对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来来来，赶快先去。经验唱吗？这首歌不红吗？有人真讲，听听嘛是有人变卦，做人情怎才看会破？人讲做人生，海海海海路行，唔通我头放茫遐地方。掌声鼓励！哦，别办呢，哎，这首歌真的红，对，红，很红哎，惊艳呐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姨，对不起，我真的，其实我以为是我的歌，所以我说很不红。啊，哎呦，就跳，就把恭维。不过这首歌真的很红，但是前奏真的，前奏，所以我觉得是编曲的人有问题。这首歌谁编的？哎，这就是啊，那老师编的哈，真的是孔老师，你给人家改编对不对？
我非常的感动，他们两位今天啊，而且是个这一次的新片叫做《七星光痴情歌》呢啊，主打歌也是谢欣燕的作词啊，太棒了！真的，那接下来给我们唱这首歌好吧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他们，谢谢。风算因为风，将阮的人吹甲动荡。你也只有你，予我难忘。天无来照路，感情煞变糊涂。是无缘，是无。痴情歌，谁来？